跟着我到天涯的尽头，风也许会很冷，路也许会很远，但我会陪在你身边。是否愿意带着我到天长到地久，当有天年华老去，你还会说声你爱我。这梦姐哈，这心情我爸。你找谁？谁啊？哎，原来你是野狗哟！哎呦，这小狗可惜，我生生都叫人家水呀。你到底找谁？呀，你为什么死了骨头我看不？要不过我过你人都爽的呢。妈妈。哎，姐啊姐啊！哎呦，吼吼。姐啊，你生足无意思的咧，哈！啊，看到我外头就要走，哈、啊！无出，我咧找你找到你时间住到这个所在咧，哈、啊！总共一句话，咱嘛是家弟咧，阿、啊、你。错了，错了。原来他是你弟弟啊！我进去倒水。啊，免啦，免啦，你去无用你的代志。对不起啦。好。大家好。行啦。好。我阿边啊，今日生这个那歹看面，哈！啊，无你嘛叫我当客厅哈，坐一下饮一杯茶，你香香公公，我叫你来房间，哎，唔知影讲咱两个什么暧昧的，哈！你点点好，你开嘴就无一句好话。姐啊，哦，啊你即摆做怕人兼救人的，你欠我钱我袂甲你歹，你是啥个怕歹大心啊？哎，伊唔通讲以为你走来增加哦，我都找你找袂到哈。你莫对我吵吼，我欠你的钱，我自然会还你啦。哎，安尼上较好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今日你钱也无还我吼，我就坐当遮，唔走。你，舅舅，你怎么来啦？阿祖哦，我袂用来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两个母仔囝，若要骗就去骗别人，啊，若要骗我阿斌啊，要诈，袂遐尔简单啦。你较睡起来好啦，亲家妈都困倒嘞，你若较吵起来是变怎？我用答应姐妹害你啊！你买个大声声好，你拜托好。妈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拿什么钱还人家？哎呀，你也不要吵了，我自有主张了。哎，是啦，你是蛮比较变鬼变怪哦。我拄只有讲过哦，今仔日若我提无钱啦，我是死大来面戆家哦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啊，舅舅？我现在跟妈两个人是寄人篱下，自身都难保了，你不要害母女两个被扫地出门啊。嗯，这是领导的代志啊，跟我什么关系？阿斌啊，姐啊吼是做生意要害你这条钱，而且哦，我唔了害你二十万，你若肯跟我配合，你要第三十万都。你也讲唔对个啊，哈？那有这好讲的？你吼、哦、去找一个叫做陈茂盛的人，伊自然就提钱给你。嗯，讲滚笑，陈茂盛，嗯，陈茂盛是啥物外口啊？我根本都唔捌你啊。你若去找伊吼，你甲讲是喜酒啊，叫你去的。伊自然就给你钱啦。呀，你是骗我嘞？
你若不相信就算了，我也不爱跟你讲那么多。舅舅，叫你去拿钱了，你还不听，到时候我们要是还不出钱的话，你不要怪我们哦。没有啦，我是问一个清楚而已啦。你姐也没骗你啦，你去拿就对了啦。我告诉你，提无会安怎？嗯，我若提无，提无倒转来找我，烦恼啥？好，我即摆来找。哎、欸，小弟，小弟，小姐，传舅舅伫后尾门走，唔要让人看到哦。较细你会知影无？知啦，知啦。哼，头脑这么简单，哦，清清菜菜。叫我提钱害你，我就害你哦，无遐简单啦，小心！妈，小声一点啊，吓死我了你！妈，你怎么这样跟舅舅讲话？万一他真的拿不到钱的话，找我们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你舅舅是一个很死爱面子的人，如果他去找陈茂盛，陈茂盛对他客客气气还好，如果他要是给他难堪，他一定跟他没完没了。真有一套。董事长，有个叫林文斌的，他……我不交代过你吗？我今天谁都不见了。可是这个林文斌他说是为了喜鹊的事而来的。为了喜鹊？哦，请他进来吧。是。我做林文斌啦。哦，你跟阿叔有啥物关系？哦，是叫你来哟。哎，是安尼啦，是阿叔啊，因前母啊叫我来啦。哦，哎，安尼啦，迄这个中年啊吼，叫我阿姑啦。啊，中年人叫母啊吼，哎，是我姐啊啦。啊，规矩啦，我讲较清楚啦。啊，但是是安尼啦，中年人叫母吼欠我20万啦，伊叫我来甲伊讨啦。欠你20万？叫来甲我讨，凭啥物啊？凭你甲阿叔阿关的啊！你这样是咧讲啥？哎，讲啥无重要啦，啊，只要你退还钱就好啦。你欺负处理啊！你当作是啥物人哟？我阿叔哪会害害这条钱啊？我拜托你，你顶下重点就咁讲，我答应阿叔啊，为今日开始无去管我家的代志，而且我真紧要入去所在，你哦，卖搁再变鬼变怪。等下，等下。当个啊，你讲话慢慢向你转。咱当然咱中央讲哦，讲只要你退还20万哦，啊，伊敢嘛等公司上班慢慢向你上。啊，你只不过先去退付20万而已啊。哼，我老实跟你讲啊，他说中央要等来我公司上班啊，以前要亲身来跟我讲。这明明是恁在西龙嘛，敢袂想卑鄙？我老实跟你讲，我这世人啊，上气恁这样要占土地的人啊，你给我出去。啥？你赶我出去啊！我不会闲的，请你注意。哈，唔系安尼啦，唔系安尼啦，啊，假使若无20万咯，拍一个折，10万就好啦。哎呀，这么小弟也这么有困难，啊，算做对一条走路的啦，好无？哦，我今日知影，原来中年的身躯变了，你转少年啦，还变不变？你在路边捡这地步啦，出去啦！哪不是？你敢恁白记？Thank you.
才知道回来了。你有本事回来啊，就有本事给我回去上班。叫我回工厂上班，你爸当条狗是不是？我把你当一条狗，我把你当副厂长。副厂长，副厂长个屁！我不在乎，我就是死了我都不回去的。你不回去，啊？你让我们家四狗喝西北风是不是？家是我一个人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你有办法，你有能力，你出去赚呢、啊？你叫我出去赚，啊？你这个什么用啊？你当我这老婆是做什么的？啊？这没有男人。好，你叫我出去赚是不是？我赚给你看。哼，还好我现在啊，天生丽质，本钱多多，我就穿上衣服出去赚给你看，怎么样？赚给你看。你三八女，我可就要。你让我三八女人，啊？我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家庭，为了老公还赚下来的。好，你想吃软饭是不是？我就赚一碗给你吃。站住！怎么，吃软饭敢那么大声讲话？你跪下求我啊！这还差不多。哼，怎么，看我不顺眼是不是？说话，你说话。打你！你打我！贱女，我打死你！走好不好？你走，我们阿姨怎么办呢？我给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动手打你，是我的错。我给你道歉，求你原谅我，行不行？哼！我当初嫁给你是为了什么啊？还是为了你有前途，你又听话，没想到现在居然……湘琴，我一定会有前途的。我答应你，明天就在陈茂盛的工厂上班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现在才想吃回头草啊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呆子，陈茂盛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你已经没有靠山了，你回到他工厂去做什么？他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完了，地上鸭子飞了，都是你阿木了。我听说是你阿木去拜托陈茂盛离开的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阿木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怪我阿木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等着看去坐牢，你等着让我送牢饭。阿布，吃点东西吧。阿布不要了，中好了。他出去工作了，去做起来先。中校，昨天有安怎？伊敢有甲你讲，伊伫个无声遐拄着我？昨我实在毋是超工要甲伊拍，我甲伊拍了，我家己心肝内嘛是足艰苦的。不过迄个情绪，我实在无法度通控制。阿母，你不要难过了。
伊即摆一定足气我。阿母，仲孝他说他对你不礼貌，心里面很难过，想要跟你去道歉，可是你还在睡觉。阿母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仲孝是好意的，请你原谅他，好吗？我知影是为我好，也不过我的心肝已经决定了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代志，我一点也都袂改变。阿母踏入我家的门已经20多年了，为我家所做的一切，那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一点也都无怨叹。阿妈，我也是因为。要照添你我家，宝成也是一个好人，伊对阿母真好。也毋过，我无想要甲伊有任何的牵连。我感觉，伊应该找一个比我搁较适合伊、搁较会当专心照顾伊的人，安尼对伊才有公平。翠莲，你嘛是查甫人。你应该知阿母的心理哦。我知道，阿母，不论您做什么决定，我和仲孝都会支持你的。翠莲，多谢你，你这里放心，后摆咱这间厝就会较平静。王成已经答应我，伊要永远离开咱家。市长，我离开公司一段时间了，一切业务都交给林经理，你要好好帮助他。是，董事长，车子准备好了，是不是现在就要走了？等一下啊！好。边仔做阵，你明明是要找死，我你好，算你好到命。哎，毛小姐啊，毛小姐啊，毛小姐啊！王小姐，王小姐，王小姐，董事长，我要出去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别走，你这是创啥啦？你讲啥？你不要走，你是在讲啥？凶手，你是凶手。以前大家都怀疑哦，仲孝不是吴家的骨肉啊，现在我才发现啊，仲
人还不是吴家的骨肉啊？妈，我真搞不懂哎，为什么你要逼陈茂盛离开这里不可呢？就算地不卖也没有关系啊，现在可好了，连阿仁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啦。妈，难道你那么狠心吗？想逼他走上绝路啊？兄弟，你应该知阿母的用意，求别人不如求你自己。事情已经到这，敢说你一点都不觉醒？咱做人要有志气，你也不能怪阿母心肝硬。我。你什么你啊？你说话啊！别求伊啦！阿妈，阿妈还搁伫个，还未死嘞啦！我还搁有权利啦，迄块地是我的啦，伊无迄个资格干涉啦。阿母，你迄块地要卖什么人，我无意见啦。你本来就无迄个资格，有啥物意见啦？阿林，去甲叫财湾人阿婆来啦。妈，你找他们来干什么？叫去找无成啊，等我来办手续啦。阿妈。要卖地的事情哦，我看另外找买家了啦。陈茂盛要离开这里了啦。不行，他要离开家。你唔知哦，阿母要他离开的啦。阿秋啊，你阿你嘴，你是要我气死的心？来啦！哎，代志唔好，代志唔好，出代志啊啦！妈，什么事啊？阿仁他弟弟哦，中枪杀人啦！杀人？你讲我小弟太狼？是啊。阮丈夫是安怎是？伊吼已经被抓去派出所了吼，啊，即马规庄的人，大家拢知影伊杀人的代志呢。亲妈，你敢若讲杀人，到底是杀什么人？你毋着讲我清楚。是啥人啦？啊，伊着杀迄个陈茂盛啊。茂盛啊，你会听唔到袂？即边哪有可能啦？哪会无可能？人情物情，逐项拢嘛有。啊！而且我搁听人讲吼，迄个陈茂盛吼，偷靠人真济费呢，即马伫咧病院吼，还搁昏迷不醒呢。不会的，中校不会的。哎呀，你老公杀人了，你比什么比啊？这不老可怜，中年紧嘞，紧给我来派出所看嘛嘞。等下啦，阿玲啊，你做军运气啊，无你外好啊，派出所也毋是公园啊啦，卖去啦，待厝内等消息啦。亲家嘛，你讲了对啦。啊，亲妈，今摆我甲阿琴陪你去哈。不免啦。咱要找赵爸阿妈，去嘞，赶紧来去，去嘞。知名不知心啦，想袂到讲中校哦，这么斯文，爱去杀人啊。哼，都怪啊，缺你那个扫把啦。自从仲孝娶她进门之后啊，家里就风波不断的啦。现在好啦，克她老公坐牢啦，接下来不哪个倒霉鬼啊被克倒。你闭嘴！有你这样的老婆，谁比我更倒霉啊？你那倒霉鬼，你走就不要我回来。好啦。阿玲哦，伊的心目中嘛无这个阿妈的存在啊啦，我来做出去。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不是啦。中浩，中浩，拜托一下。中浩啊，阿母，中浩，翠莲，哎呀你呢？啊，阿母，翠莲。你若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凶手。阿母相信你，阿母我当然嘛相信你是清白的。不管讲你对你母亲怎个安怎不管，你嘛袂去害伊。阿母，伊一天伫母亲这个公司，我袂应该忤逆你。我事我嘛真后悔，啊，不过你若相信我，我绝对袂去害母亲这个。阿母知影。可是人证、物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发觉到魔性症的时阵，伊就受伤倒咧涂骹，啊，伊身躯边哦，还佫有我的猪头病，啊，我一下用精神，啊，都阿未赴问伊就昏去啊。后来因公司的人，秘书甲司机一个来看到我，就讲我是凶手啦。哎呦，啊，警察本来应该来听你的话啦。警察先生啊，你本来应该来听你的话，你嘛听阮囝讲一下。中华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别烦恼啦！你若是吼真正无杀人，我相信法律吼一定给你一个清白啦。阿母，等你来想办法吼，去中华请一个律师才会用呢。阿娘，无需要请律师啦，无需要开这条钱啊。只要无证件来证实哦，伊就要证明我是清白的啦。即摆只有伊才知影，我毋是凶手啦。
对了，啊，无先生的伤，即马有要紧无？先生啊，迄陈宝生的伤，唔知道有要紧无？伊还袂度过危险期啊！啊，我连你要甲看袂？袂用的，伊还袂清醒，你阁有耐心等落去啊！安尼等落去嘛，不是办法。已经无早呢，我看，无咱先转来，明仔载再过来，好无？我不爱转去，我为等明仔载等较会精神。阿母，你莫讲。啊，翠莲啊，中林啊，你先带翠莲转去，伊即马有心，唔好伤忝。你先转去。我不累。哎呦，唔免阁讲啊啦，你先转去啦，中林带你转去，哈。来，紧带伊转去。好，那你留下来。哎呦，啊，你哪无甲翠莲斗阵转去啦？阿母，我爱踮遮陪你才会用，咱来斗阵转来，要若无阿妈，一定会真生气。你阿妈若要生气，我嘛无法度。你敢毋知影？无性诶，若无精神，你手提冤枉永远都洗袂清。我一定爱踮遮等较会精神。翠莲，你还在那偷懒呐？菜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菜都做好了，你们先去吃吧。我头很痛，我想睡一下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吃就算。咱莫等伊啊啦，你先食啦。我免哪食会落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恁先食啦。啊，你去甲叫翠莲出来食饭啦。哎呦，阿妈，我不知道请了他多少次啦，他就是不肯起来啦，他摆个脸色给我看呐。哼，是他老公杀人嘞，他不检讨检讨自己啦，好像我们大家都对不起他似的，只能怪他命硬，克夫，谁对不起他？实在哦，我嘛无相信讲。忠孝伊才是会杀人，这无一定有啥物误会。我看哦，我也是来去用派出所家看一撮，看这到底是安怎。哎，无啦，青莲妈，迄个所在你唔通去啦。好啦，对啦对啦，阿妈，你去吼也没有什么帮忙的，还是要惹上你的煤气啦。来啦来，这啦，食饭啦哈。是啦是啦，青莲妈，啊你也有会啊呢，身体较要紧，身体爱照顾。对啦，阿妈食饭来。去吧啦。哎啦。回来啦，赶紧洗洗手，去去煤气，吃饭。你还有心情吃饭呢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是重孝杀人呢，难道就不要过活啦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吃饭？难道还为他绝食啊？我看你是有毛病啊！你重孝还在拘留所，茂盛硕还在医院，哎，你有没有一点点关心，一点点同情心呢？是啊，我们就要同情他。问题是我们就不要过活了吗？你不可理喻，不跟你讲了。阿玲呐，卖冤呐，食饭啦，食饭啊，都爱冤，免来消化啦。翠莲，大哥，仲孝怎么样了？翠莲，你不要担心呐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仲孝过几天就回来了哈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阿玲呐，啊，恁老母是安那无甲你同齐转来啦？阿姨都讲吼，无性质啊，即卖还过遐尔严重滴个，还过昏迷不醒，伊叫我先转来啦，伊讲要踮迄个所在甲照顾。照顾到伊醒起来为止。啥个呀？伊讲要踮迄个所在甲照顾，照顾到伊醒起来为止。啥个呀？顾到伊精神哦，啊伊若无精神，伊唔当转来呢。哎呦，恁老母吼，即嘛袂记家己啥物身份呢？伊是酒馆查某呢，啊，拄仔边伊就是查甫一个查某，啊，你是啥物体统啊？妈，
你莫生气啦。我老母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，是讲若无甲国家伊请起来，要来知影是啥物人甲杀的。阿妈，不要生气。好啦好啦，莫搁在比啦，烦死啊，拢爱怪你啦。一个翁你都无在照顾，何以发生这么大十层的代志？这吼，你爱检讨啦，爱检讨啦。阿妈，这免怪翠莲啦。哼，看不出来你还蛮怜香惜玉的嘛，不怪他，哪会怪我胡家风水不好啊？哼，扫把就是扫。哎呦，你是好话啦，但你若少讲两句啊嘛，袂安怎？还是恁妈哭着心，敢若离恁老母巴肚内哦，哭无够气的。翠莲啊，来来来，卖哭卖哭。来吃饭吼，亲家嘛，莫太生气啦。翠莲，一寡青菜吼。敢若食青菜营养比哪有够？你看一个面食甲青顺顺，来，这个鸡腿给你吃来。哎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一只鸡不过两只鸡腿而已，你这一只给他了，阿妈吃什么啊？一只鸡两只鸡的，还要你来教我？你没有看到这边还有一只啊？这只要给洗衣袋便当了，不然他营养不良啊。囡仔人食到肥肥，叫我推推有啥物路用啦？翠莲即摆有心啦，需要补一下啦，你知影无？好啦好啦，实在吼，好啦，你有心即支互你补啦，啊这吼，互囡仔早便当啦，我老的无要紧啦，我卖食啦。阿妈，阿妈，亲家嘛，亲家嘛，袂用的啦，哎，这两支鸡腿吼，拢爱互你补啦。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免补啦，我干那气都气到饱，搁你补啥？笑死人！干那为着两支鸡腿尔，安怎冤冤到一个厝瓜店要落落来，唔惊人笑死心。阿金啊，你先吃啦，吃吃去叫老母回来。阿妈，如果阿母不回来嘞，那唔回来哦，叫永远拢莫回来。不行啊，你有听我咧叫你无？你一定要精神，你一定要肯精神。阿母，阿妈已经大发脾气了，你赶快跟我回去吧。我快回去了，我要等车，等无醒来醒起来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嘛？万一他一辈子不醒来的话，难道这边死守一辈子啊？一定要精神，我来等车等你，一定要精神，我一步都袂去离开。可是。你要我怎么跟阿妈交代嘛？你也知道吴家的媳妇儿不能随便在外面过夜的。何况我来的时候，阿妈有交代过，如果你今晚上不回家睡觉的话，阿妈叫你一辈子都不要回吴家了啦。要回家不回家，对我来讲拢无重要。你先回去，你不用管我。假使我后摆我若真是袂用去回去厝的，我才拜托你照顾阿妈。阿母，你说这句话就太严重了啦！我一向哦都最孝顺阿妈的啦，倒是那个翠莲哦，你要好好管教管教她。翠莲又安怎是？你就知影伊袂晓讲话，你莫看让伊的，莫安尼定欺负伊。我欺负他？哈！你不要看他装的一副我静静的不说话，好像很可怜似的。他心也可多的呢。准备的什么啊？那些饭是要给上一饭吃的，我们家没饭保的都没吃那么好，他凭什么吃那么好啊？你少跟我败家，我告诉你，不准你送给他吃。你少烦啊，家里大件事情也不做了，我告诉你可不要偷懒啊，不然告诉阿妈。你看看那些衣服也没有洗啊，在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衣服没法洗干净啊，不准送老饭吃，听到没有？我马上洗，求求你让我送好吗？拿去啦！你以为我喜欢虐待你啊？大衣服洗完之后就送老板了，哼，我可是很有良心的。
翠莲，你是安怎？受忝是无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啊，这衫裤，予你一人伫咧洗啊。阿琴呢？叫来倒洗裤。不要，大嫂刚从医院回来，现在在睡觉了。即摆还搁在困？放咧啦，等你醒起来了才予伊洗就好了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翠莲啊，阿达后还搁几年啦？我无照顾是要照顾什么啦？我知影你真辛苦。阿琴吼，逐项代志拢煞煞予你一个人做，干那样出一支出。大哥，请你不要这么说。其实大嫂教导我也是应该的啊。伊搁要教你，伊人情世事安怎做人都唔捌，伊凭什么资格他教？照道理讲吼，我不应该伫你面头前批评恁大嫂啦。念过一挂代志吼，我这个做红菜都看袂落去，实在也伤过分。翠莲啊，啊恁大嫂若有啥物对你较超过的所在，你莫藏在心肝内，看伫我的面子上，你莫甲伊计较吼。其实恁大嫂心肝也无歹，只不过是个性有较虚花。是讲，只也袂使怪，要怪怪我无出团。大哥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你。咱拢同一家伙人，有啥物好说啥？哎，啥物物件来煮个臭鸡蛋？进去看嘛，进去看嘛。哎，一定煮袂，要煮个臭鸡蛋。讲我这人欠债心超过，这尔一个衫裤放予伊一个人在洗。小声一点呢、啊！你怕左邻右舍听不见是不是？哼，你也怕不好意思是不是？啊！气死我了！这洗衣服是那扫把的事情哎，你这洗什么洗啊？那扫把死掉了！什么扫把？什么扫把？你嘴巴再不放干净一点，我连你嘴巴一起洗了！不要吵了！你走开啊你！要死啊！你这个死女人，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叫老公帮你洗衣服！你王八蛋！你好了，你别怪他，是我自愿帮他洗的。什么？你自愿？没错。无种人，你真是没有出息啊！现在居然帮别人女人洗衣服了，好，我看你要倒霉了。你要不要看清楚，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哎！我帮你洗衣服，那我要倒大霉了。我的衣服怎么样啊？他不能洗是不是？他不能洗是不是？不当我麻烦是不是？你这个女人是不可理喻！她怀疑你不但不帮她忙，还丢这么多衣服给她洗，她要洗要煮饭，你有没有点良心啊？我帮她洗，她替你做人。你要死啊！啊，你走开！你走什么邪啊？啊！他随便逼两句话，你就心软是不是？你个王八蛋！你这帮小杂毛，你后悔啦！你走开了你！是嘛？真是啥物也唔捌看的，安尼七早八早就伫迄弯啦。你若真是遐的弯哦，天啊，我死哦！你再去弯一个较有诶啦。阿妈，你怎么骂我啦、啊？阿琴嘛，干那靠有啥物路用？啊，有啥物委屈，得甲阿妈讲。阿妈免来知影。阿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知影哦，人伊讲下狗啊较无是非啦，想袂到讲你这袂讲话哦，是非特别多啦。阿妈，好啦好啦，起来啦，你即马有囡仔伫的呢，才干那哩跪起跪落啦，唔倒啦囡仔哦，跪了安怎是要安怎？起来啦！是啦是啦，翠莲啊，跪啦，紧起来紧起来，啊，若知影唔对就好，以后爱改吼。啊对啦，啊厨房迄块臭迄干霉是你做的吼？不是讲我伫遐爱念你啦，干那煮一个糜啊，煮到臭下焦啦！你啥物啊哦，烂土过袂真饼，你要学的物件哦，还佫足多啦。
恁翁即马哦，还搁咧防备呢，你家己都爱较目屎巧咧啦，你知毋？阿琴啊，啊你昨暗毋是去病院找恁阿母，阿姨哪会无缀你转来哈？别提了啦，我怎么求阿母哦？阿母就是不肯回来啦。啊你无甲伊讲是？你袂甲伊讲，伊即马若毋转来，以后都拢莫转来。哎呦，阿妈，我本来以为哦，进吴家大门是多么的了不起的，结果人家阿母怎么说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怕说了，你会气得吐血。不是啦，是我气得吐血了。你讲啥？他说能不能回来吴家并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等到陈茂盛醒来为止。哼，我看啊，阿布是不会回来的了。看着无奈的心情，我又能说给谁听？想说。才几天不见，你瘦了好多。你也瘦了。我没事，我有信心可以度过这一次的劫难。我担心的是你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。翠莲，我害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我一点都不累。阿妈现在很照顾我。真的，我本来以为你会因为我而受到欺负。看来我是多虑了。嗯，没用，现在一家人都很照顾我，阿妈现在对我也很好，都不让我做家事，都是大嫂在做的。真的吗？阿妈对我们真好。阿妈没有怀疑我吗？她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阿妈说要来看你呢。真的？可是阿妈生病，我叫她不要来看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的，我当然不会怪你。哎呦，茂盛叔醒过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阿布现在都在医院陪茂盛叔。阿布怎么做？阿妈没有说什么吗？吴中校，被你打伤的陈茂盛啊，已经醒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带你去医院，让他指认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！你清醒啊！我都差你一点的精神，我都差你一点的精神。不行啊，电话叫我关起来，警察讲。伊是害你的凶手，这不是真实的吼。中华伊要哪有可能伤害你？中，无成啊！你详细想看卖，杨军啊，甲你拍海的人是啥？是甚物人？凶手是啥？中华啊！你是在讲啥？我不信，我不信是中豪，我中豪来做这种代志。无成啊，你去详细想看卖哦。阿母，一定不是中豪啊！阿母，中豪，阿母，你唔通哭啦。无成姐啊，已经精神啊。伊即摆当证明我是清白的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陈茂盛先生，请你阁想看卖啊！你刚抓棍啊，甲你拍的，是不是这个人？董事长，唔是我啦，茂盛姐，你应该当证明，真正唔是我啦，唔是我。陈先生，你讲的情形，请你一定要老实讲讲。茂盛啊，真的啊，你唔要紧讲。中华不是跟他打那个人，他是我的孩子。金大先生，你敢想我吗？
哪有可能一个亲生囝来拍家己老爸？我讲这是误会。你是嘛讲啥？你是嘛讲啥？你讲电话是你的囝？这边哪有可能？我不会相信，我不会相信。你要相信，这是我的囝。王心啊！秋荷。对你真歹势。看到了黎明，又怕让自己清醒。有多少未知的莫名委屈，要让我强忍着不能哭泣。我真的累了，累得想放弃，逃避，逃回那不再有谁会在乎。